外菜做成的，台湾造型的。对对，很多很多。协作当然是做餐饮，但是它绝对不是各进所长、各取所需。因为那怎么办？就是他在网站其实是网站有人填的内容，那他们填的时候其实是后台编辑这样。我说大网站跟小网站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。其实大家有，对，我是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，就是收获了。先想到可能会做的就是这些事情，而不是先把时间排满。没有，所以你有。哪一个？说诡异的。那天你是谁啊？